认真的早起啊，那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星巴克。天气慢慢有变好了哦，那但是疫情的关系，最好还是少出门，那就我们在家上课最安全。那你上完课呢，继续来关注，今天是东区的第五站哦，热火对塞尔提克，你支持谁啊？好，不管你是支持热火还是塞尔提克。那我们就等着来看好戏吧。来，今天我们要来从18页开始看起啊，请看到讲义的18页。好，18页我们昨天讲了什么东西？范例，对不对？好，有同学跟辛巴说，类题不会写啊。那题怎么写？来，辛巴教我怎么做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那题啊。那题他说，我们的题目是绝对值3x 减2，它会大于3，也会小于等于8。啊、哦，这样怎么解？啊、哦，这样怎么解？高中的数学啊，很妙，就是你在上课听，仿佛听得懂，可是你在写题目的时候呢，却不见得会写，很神奇吧？来，我们来看下这题怎么做。我们分两段做，先做左边的部分。好，左边的部分，我们把它看成是。绝对值 3x 减2，它会大于3，对不对？大于3，我写在这里哦，大于3。记不记得上一堂课辛巴教过的口诀？大于就是这样子，小于就这样子，这大于这小于，所以这一题是大于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写 3x 减2要大于或。3x 减2要小于小的，所谓的小于小的，就是指小于负3，大于3，小于负3，这个就代表绝对值大于3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把它解完了。3x 大于5，这边呢，3x 是小于，你过去是负1，来这个除以3。来，也除以3。解出来的结果呢是 x 大于1/3或 x 小于1/3。结束了没？当然还没啊，因为我们还有右半边要解，对不对？还有右半边要解啊，右半边是什么？3x 减2的绝对值小。等于八，三减二就是小于等于八，小于要怎么样？要质量，对不对？啊，小于质量，所以3x 减二会小于等于八，会大于等于负八。OK，就是介于什么负八跟八之间啊。来，这怎么解？我一学过哦，怎么解？同时加二。然后呢？然后再除以3。解出来之后，还要怎么写？请画竖线。这边呢要大于1/3。大于1/3，小于1/3。OK，这个是左边的结果，大于1/3，小于1/3。那右边的结果呢？它要大于等于负2，小于等于3/10。
OK，橘色的是左边的结果，黄色的是右边的结果，然后我们要怎么样？要找交集。那是交集，这里就是我的交集，这里也是我的交集，所以我可以怎么写？x 大于等于负二小于负三分之一，或 x 要大于三分之五小于等于三分之十。请大家一起想，如果你这一题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来的话，请看辛巴怎么做。来，接下来请看以下的类题二。类题二也是跟范例十四有一点像哦，但是它有一点反推的意味。这是题目，负三 x 加 a 的绝对值小于等于 b，最后解出来的结果。它最后解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？是 x 大于等于负一，小于等于五。那请问你要怎么倒推回去解出 a 还有 b？哦，要怎么倒推回去？好来，我们绝对值的概念其实就是到这边的距离跟到这边的距离是一样的，什么意思？x 的绝对值小于二，那 x 是不是介于二跟负二之间？那到这里的距离跟到这里的距离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现在来刻意哦，很刻意的来去塑造这两边的距离要相等，怎么样才会相等呢？想一下，那怎么到这边跟到这边的距离相等？小口诀哦，相加除以二，五跟负一相加四，四除以二多少？二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如果写大家都减二的话，是不是长这样子？对不对？好，我到这边的距离三，到这边的距离也是三，我们就可以换成绝对值了。这样可以吗？我们就可以换成绝对值了。好，那问题是它跟它的题目长得不一样哎，那怎么办？长得不一样怎么办？长得不一样，来，你们先把它乘以，它是三倍，对不对？三倍，我乘以三倍，乘以三倍，这边也要乘以三倍，这样是可以吗？大家都乘三倍，那值不会变嘛？反正你再除以三，不就回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都乘以三倍，可是问题来了哦，这个是负的哎，该怎么办？难道我还要大家都乘以负一吗？大家乘以负一的话，你的绝对值就会小于等于负九哎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不合理？我做给你看哦，乘以负一。乘以负一，乘以负一，这边就变这样子了耶。哦，那你说，老师，不等式乘以一个负号，应该方向要改变，
所以这边写错了，应该要这样改，这样对不对？听起来对，可是你跟这边比起来，你看是小于等于，你这边怎么变成大于等于了？糟糕，你怎么做都不对。好来，怎么做都不对。来，我请大家看一下啊 ，x 的绝对值小于二，那我问你，负 x 的绝对值小于二，你的 x 会怎么写？你的 x 仍然是介于二跟负的之间，请你比较一下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，看了吗 ？x 的绝对值小于二 ，x 介于二跟负二之间。那如果今天是负 x 的绝对值小于二呢？它还是介于二跟负二之间，所以这一题我们直接在绝对值里面。丢一个负号进去，绝对值里面丢一个负号进去，所以它就变成了负三 x 加二，但是外面不影响哦。你看这个外面都没有变哦，知道吗？外面不影响哦。哦，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找到负三 x 加六的绝对值小于九，而A 九十六 ，B 九十九 ，OK， 好，请把它写下来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的是范例十五，请你打五颗星啊，这个是你上了高中之后的第一次段考必考的题目，因为它要分三段讨论啊，有一点小小难度，但是必考啊。好，来五颗星哦，啊，五星。来，第一步怎么做？第一步先把它移向过来。OK， 第一步先移向。A 大于 B， 移向过去就是 A 减 B 大于 B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如果令它为零 ，x 等于多少 ？x 等于五，对不对？写在旁边。令它等于零 ，x 等于多少 ？x 等于二，对不对？这两个点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要用这个来做分段讨论。我令这两个绝对值等于零，一个得到零，一个得到二，所以我们总共要分三段讨论。啊，分三段讨论。来，首先第一段，如果今天 x 大于等于会怎样？如果今天 x 大于等于5的话，那我的绝对值还需要吗？其实本来就应该要拆掉绝对值才能运算，所以呢，大于等于5，我们带10好不好？10带进去，绝对值正的；10带进去，绝对值是正的。这个时候绝对值就没有用处。绝对值没有用处，要换成括号。好，换成括号就好。接下来继续解 ，x 减五减二 x 加四大于零。
负 x 这边移项过去是大于一，接下来怎么解？两边同乘负一，x 小于负一。接下来做一件事情，这一个东西 x 大于等于五，和 x 小于负一，它有没有交集？我们画个竖线，x 大于等于五。按 x 小于负一有没有交集？没有交集，所以我们这边解到这边为止都是不合的啊，不合，没有交集，不合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再来解第二段。第二段是五跟二之间。好，五跟二之间，还有带三进去，带三进去它是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怎么办？哎，x 减五就要换成五减 x，这样子才能够拆掉绝对值，我才可以用上。接下来，3×3=6减4，正的，正的代表绝对值本来就不需要它，那我们就直接去掉绝对值，写成2x 减4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解哦。五减 x 减2x 加四大于负3x 大于负九，同除以负三 x 要小于三，要小于三。接下来继续检验，在这一个跟这一个之间有没有交集？画在这里啊，画在这里。二到五之间，小于三，有没有交集？有哦，在这里哦，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的交集就可以写成 x 大于等于二，小于三。好，第二个终于有交集了，没有交集就不要回答，就不要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，第三段是这里，x 小于等于二，好，x 小于等于二的话，我们带零进去看看，带零，零带进去这边负的，所以绝对值要拿掉的话，我们应该要乘五减 x。再来零带进去这边呢，出来的结果也是负的，所以我要把它改成什么？我要把它改成是四减二 x，好，四减二 x，OK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写，把它提出来。五减 x 减四加二 x 要大于零，x 大于负一。x 大于负一，然后呢？然后要去找这个范围跟这个范围有没有交集？有没有？来，我们在旁边找一下。x 要小等于二，要大于负一，有交集哦。这题有交集，它的交集是什么？x 大于负一。小于等于二，所以呢，我分了三段来讨论。第一段不合，没有结果。第二段有结果在这里。第三段呢，也有结果在这里。那答案要怎么写？这三段的答案怎么写？我们还能再画。好，第二段结果是大于等于二，小于三，对不对？那第三段的结果是什么？第三段的结果是大于等于二，小于等于二，大于负一，是不是长这样？
这第二段的结果，这第三段的结果，所以我要把两个刀合并起来。为什么是合并起来？因为这里对，这里对，这里也对，这两个都是我的结果，两个都是我的结果，所以我们全部都要，这里也要，这里我也要，两个都要，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x 大于小。好，请把它写下来。有点小麻烦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因为这种题型一定得要分三段讨论。那分三段讨论的话，一题大概就要做5到10分钟，好。再来跟大家聊一下高中跟普通数学的差别在哦，我们一节课啊，国中大概一张考卷大概是25题啊左右啊，25题左右。那高中呢？高中的一节课的考卷大概就是12到15题啊，12到15题，大概一半左右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高中的数学一题都要算比较久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以后在学校遇到小考的时候啊，就会发现，哎，题目变少了，因为你一题要算比较久。好，那这一题总共占四个黑板，希望没有。好，再等大家1分钟，我们再来进行下一题。记得哦，这三段讨论完要写结论啊，要写结论，这是结论啊，这是结论。好，擦掉喽，擦掉喽。我们有录影的好处就是，如果你有漏掉的地方啊，你想上厕所你就去上啊。那如果真的漏掉的话，你再回影片看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很开心的进入一之一的最后一题，案例16。好，这是素养题，对不对？国中要素养，高中呢？高中也要素养啊！你到底学过的东西要怎么应用啊？来，我们看一下 WHO 世界卫生组织啊，他就是之前啊都不让台湾进去当观察员，对不对？啊，很讨厌哦。世界卫生组织那规范男生的标准体重，它是体重。
体重等于身高减80，再乘以0.7，好，你自己可以算算看啊，自己可以算算看，我以自己当例子啊，算算看到底我的体重有没有在标准的范围内。好，身高178公分，178减80是多少？98乘以0.7，98乘以0.7，78 56，79 63，68.6。以我的身高来讲，68.6是标准体重，但是它有一个范围啦，谁会刚刚好68.6？对，神经病吧？哦，68.6它有一个范围，意思就是说，在它的10% 就是加乘以1.1啊，乘以1.1，比它多10%，乘以1.1，68.6再加6.86，那就是75.46啊。那如果是减嘞，减10% 就是乘以0.9。这0.9，那应该是这是标准。标准体重的往前10% 跟往后10% 这中间都算是标准体重的范围。好，那我的标准体重，我178公分的标准体重应该是要介于75.46到61.74之间，所以你自己也可以算算看，你自己的标准体重有没有啊？你的体重有没有在标准的范围之内啊？好，这堆都是题外话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这个，我们才能够往下解。他说：“一个170公分高的，他的体重是 X，170减80乘以0.7，那应该是90乘以0.7等于63了。按照这一题的题目来讲，170公分，哦，我们算出来的体重就是63公斤，但是并不是刚刚好63公斤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说呢？比它多10%，多10%很简单，就是把15点往前移一位，就是63，往前移一位是6.3，对不对？多6.3是69.3，那比它少6.3呢？那应该是五十多少？56.7，这样可以吗？如果你刚刚好是170公分的，那你的标准体重就是介于这两个之间，比它大太重，比它少那就太轻。当然这是指男生而已，女生的标准不是这样子哦。你上去 Google 一下，你就可以知道女生的标准是多少。那标准体重它有讲哦，介于这两个之间，我们算出来，x 大于等于56.7，小于等于69.3，这样可以吗？接下来就是分解，56.7跟69.3，我们今天的一开始。是不是有帮大家复习的观念？我们要在 x 的左边跟右边的距离要一样的，距离要一样。我们当时有教大家一个口诀，叫做相什么？相加除以二，这两个相加是多少？这两个相加是126，相加除以二是63啊。来哦，我要做这个动作喽。这里减63，这里也要减63，这里也要减63。
大家都写六十三，对一个不等式来讲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不等式大家都可以相加，也可以相减啊，但是相乘跟相除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乘除一个负号，方向就要改变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这么写？不要这样子写，那会变成多少？这会变成是负六三。这边的 x 减六十三，这个呢就会变成6.3，这就是我要达到的目的啊！我要达到什么目的？就是这边到它的距离，以及这边到它的距离是相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是相等的。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？我要写答案了。来，我们写在这里。x 减六乘三的绝对值会介于，不是会介于 x 减六乘三的绝对值会小于等于6.3。那从这一步写到这一步啊，就是绝对值小于等于6.3，它到左边到右边的距离都是6.3，那它的题目要我们找的 A 跟 B 有没有？题目是不是叫我们找 A 跟 B？让我们可以找到 A 是63，B 是63，好，那我们再把它加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加起来，加起来是多少？69.3啊，69.3。好，我们一之一行呢，总共有16个范例。好，那先把这边讲解完毕。首先还是要很赞赏大家，你很认真听完了这么多16个范例，但是必须要告诉你一个现实，就是你听完不见得会写。类题，请你务必要试着做做看。在这一章节的最后面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整个章节的习题的练习，总共只有9题而已啊，请大家啊，你学完一之一，尝试着做做看啊。如果你真的有不会做的地方啊，星巴克会再讲解给你听。好，今天的星巴克我们就到这边，下课，拜拜。